妻儿回到家乡，因为罗斯和尼克对赛斯的左右，一心想成为医生的赛斯愤然离家出海，却在途中深陷大漩涡。深陷痛苦回忆的罗斯激活了帝王星，尼克和豆包沉着应对，不料罗斯再次强化了帝王星，这次迪克要怎么应对啊？天使尼克号的危机，破坏船启动。变大，变大！那些脑瓜子里都是肌肉的鳄鱼把我扔那么远，我下楼不照样游回来了？迪克他们应该遇到大麻烦了，我得想想办法。看来只能去求青草裙带这两个家伙帮忙了。这两个叛徒现在居然沦落到要去求他们。哎呀，不管了，现在可不是婆婆妈妈的时候，我下楼能屈能伸。要要要 death 要你们不觉得投降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吗？大个子，你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点解决掉他们！像你这个蠢货，还不赶快把这一切了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从刚才起我就注意到这家伙有点不太对劲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全身乏力？
是不是身体不听使唤？是不是恶心头晕，还有时不时闻到一丝丝臭臭的味道？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里的水。你说什么？天使尼克号常年堵在这里，新鲜干净的水根本无法流进来，这儿早已经成为一片封闭的死水。你眼里只有自己的生意，当然不可能发现爱水湾早已经被污染了。帝王星吸收了你水枪里的污水，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什么？可恶！帝王星，我想你一定希望自己身体里面流动的是清洁干净的水吧？你想做什么？帝王星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德邦来了。天蓬之力，千变万化，豆邦水枪变形。紫金水杯可以把污水净化，这样你就能恢复健康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起作用了。干什么呢，蠢货，这么轻易的就被收买了吗？哼，你以为靠一点点干净的水就能赢我？赶紧给我把他们解决。你干什么？尼克，你的方法起作用了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尼克船长他到底在哪里了吧？我说他在靠近船头的左侧房间里。豆包快。他说他也要和我们一起。好呀，走吧。即使你们找到了他，也改变不了天使尼克号的命运，更无法改变爱水湾。就是那件。尼克船长，你是？尼克船长，我叫朱迪克，我是朱朋克的孙子。朱朋克，我居然还能在有生之年听到这个名字。尼克船长，你一定要振作，我们还要和你一起拯救天使尼克号呢。拯救天使尼克号？你们找错人了，都是因为这船让我失去了所有珍贵的东西，我恨他还来不及呢。我想应该和他有关吧。
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这说来话长。我来跟你们商量一点事情，事先说明，我可不是来求你们的哦。搞了半天他们都不在啊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？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啊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好像知道哪里不对了，船没了！啊，这两个家伙真是铁了心要把天使尼克号击沉呐！我一定要阻止他们，希望现在还来得及。开得比我们游得还慢，哼！你先别着急，要把动力全部用在撞上去的一瞬间。天使尼克号，今天就让我们做个了断吧。